three go， 扭扭台，跳拍拍跳拍。刚刚对了，对了，刚刚得分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好惨。可是我觉得G哥他最经典的是我们在拍《天国的嫁衣》最后一场戏的时候，然后他跳的来 go。左脑还右脑，好好笑哦！反正一头汗，只要不要在拍子上，这个舞就对了。大家都说你们是少男杀手哦，你们是不是从小就被很多男孩子追啊？还好。偷写情书塞在你那边的？还好。塞在哪边呢？抽屉里啊。塞在你那边？没有什么特别怎么样，特别多什么没有。那文化大学有没有来追你？没有，文化大学好讨厌华冈艺校。为什么？是啊。对，因为我们就是因为他们，我们就是一起坐公车，都只有那一班上260。对，260。然后他们会觉得我们华冈艺校很吵，然后那可能又是高中生而已，所以大学生会觉得我们很吵。哦，也对啊。要是我们也受不了啊，坐公车大家都是妥的时候，他们是很兴奋啊，对不对？哇，上学，追吧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大学生前天晚上大家外务太多，都很累。特别喜欢制服呢，还是男孩子特别喜欢制服？你要迎合他们的味道。不晓得，是公司公司主管变态，喜欢看你穿制服。喂，没有，其实不是这样。其实公司想的就是，当然就是会有市场，因为我在第一章的时候一直打到有一首歌叫做《当你》，然后在 MV 里面呢，我穿的是我华冈艺校的制服，因为导演刚好他就是要有学生的那个感觉，然后那大家就很喜欢那个样子的我，然后才觉得说，哎，那样子的我才是对的。然后，所以我们第二章做的就很贴近那个部分，可是那个部分也比较贴近我，所以他因为延续那个感觉，所以他就特别定做了制服，然后就制服做了，大家就还蛮好奇，蛮喜欢的，所以第三章才会继续就是也是制服，可是做的就是军装，可是这次就没有。你最喜欢女孩子穿哪种制服？我最喜欢女孩子穿哪种制服？空姐的吧。空姐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女朋友，她是在航空公司上班啊，那我很爱她，所以她穿那个衣服我就觉得很好看，所以我很喜欢。然后下班都不叫她换衣服，直接睡觉。不是你吧？譬如啦，小康是圈内的嘛，那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，你会不会在乎她以前曾经跟圈内其他的女艺人在一起过？你会不会因为这一点而不跟她在一起？我说譬如啦，其实不一定是小康啦，太多就不行。哦。几个以上算太多，三个要看年纪啊，看年纪，当然啊，一定年纪跟你们差不多的。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多，那就算，主要是风评。可是多应该就有点乱。那不对。可是也许我说到康哥嘛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但是风，我觉得风评还蛮重要的啊，因为女生应该不会想去碰一个就是很怎么样的男生，烂货这种，对，一定的。那像小康这种风评，小康是你们选择好用，你好用啊，不是吗？我是男佣啊，不能讲好用，对不对？像小康这样讲什么？超好用，基本上交了两三个圈内女艺人。然后他这种风评，你们愿意接受吗？两三个算少吧，算少了。但是因为开夜店，应该就不会。你为什么要歧视开夜店呢？我没有歧视，因为我觉得女生需要安全感，因为那个地方会比较对。然后，而且开夜店你。当老板的人一定自己要下去，然后那会是下去，下去酒店一样。没有，因为常常就是看你们，你就会下去要跟客人就是哈拉什么的。对对。然后那我觉得，而且去 pub 的女生都很喜欢打扮得很漂亮，男生也是，都比较主动。对，也都比较主动。所以说，你觉得我们这种开夜店的生活太复杂？环境太复杂，环境复杂，我觉得是环境复杂。生活复不复杂要看个人，环境复杂，其他。
你在高兴什么？其实我很复杂。所以他这种条件你就是不 OK， 文琪也不 OK。嗯，我而且我是连夜店都没去过的人。心凌他这次的那个 MV 啊，你跳那个舞很可爱。嗯，对不对？好可爱哦！对呀对呀，那你来教我，教我们跳。没看过。哎呀，王心凌舞蹈大表演开始。到这里就好了。好，好不好？哎，刚刚我看到重点，中间有个连续两次哦，他不是这样。啊。扭扭台，扭扭台，扭扭回来，然后扭扭台，扭扭台。跳拍拍跳拍，他就是扭扭台扭扭台扭台扭台扭扭台扭扭台跳拍拍跳拍，哦跳拍拍跳拍是，想混啊前面，这样就会了吗？按住，扭扭台扭扭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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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扭扭台扭台扭台跳，再一次机会，好好对。跟着跳好了，嗯，好，跟心凌跳一次。因为这个就是我往旁边嘛，抬扭扭抬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扭扭是为了要回来到变侧边，侧边是扭扭抬扭扭抬，其实是一样的东西，所以中间会有一个放慢，然后要转到侧边，然后扭扭抬扭扭抬就跳拍拍跳拍就可以了。不是，对不起，因为我们俩有点老人症，所以必须要先往这边扭，对不对？对，先往左边，然后右边，然后转到侧边，往前面，往后面，然后跳拍拍跳拍。来，我们先扭扭台，先不要放音乐，好吗？来拼了嘛！扭扭台，扭扭台，扭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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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，扭扭台，跳拍拍跳拍。什么？哦，白痴啊！来，不管。所以 go 扭扭台，扭扭台，扭扭扭扭台，扭扭台，跳拍拍跳拍。刚刚得分 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 好，好不好？其实你那个这个这一次那个 MV 好可爱哦，真的，而且这个歌人家一听就马上就朗朗上口，真的魔咒，因为他就一直 repeat 魔咒，好惨的，秋冷好惨。可是我觉得 G 哥他最经典的是我们在拍《天回嫁衣》最后一场戏的时候，然后他跳的跳舞，来，我在旁边笑到乱跳的，你大家都看过，我也表演过了，我没看过，我要对呀，这边然后有一大家有一定的拍子，可是他就抓他自己拍子，然后我在旁边捧腹大笑。好吧，那我们还是笑是跳怎样？我们还是用心灵的音乐，那你来跳一次，好不好？老婆麻烦请了，对，备 go。 就这样啊，是男的，你左脑右脑，好好笑哦！反正一头汗，只要不要在拍子上，这个舞就对了。好厉害！